而升天，忍辱相端正。如果你喜欢修忍辱啊，外表端正，讲话端正，就叫相端正啊。所以因为忍辱的功德超过一千面，所以这样合起来，这三个你都圆满了，你就有很大的福报。因为你没有福报啊，就帮助不了太多的众生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是所有相好庄严福报的来源啊。但是如果你很会布施，结果你脾气不好，喜欢念念念念，看到不喜欢的事情耿耿于怀啊，那这个就是没有修忍辱了。所以忍辱是什么叫忍辱？来，全然接受。你要接受你的儿子不好教，那你要全然接受，一定是过去是我对待他怎么样，我就更有耐心。是儿子教不好另外一回事，你的耐心养成了，这才是成功啊！你的悲心养成了，这才是成功。所以我想各位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啊！当然像我比较有福报，谁对我不好我都会去查因果，原来是我对不起他，所以我就认了，我现在就不用问了，反正一定我对不起他。司机生气赶快给小费，一直给小费，但他今天就笑了，你不要把司机给换掉了啊！所以反正你要了解这个道理，因为给你忍辱，妙法莲华经释迦牟尼佛说，没有提婆达多这个恶之事，佛陀没办法成佛啊！没有人一直伤害你，让你修忍辱，你没办法成佛。所以你布施100亿美金，还不如忍辱一分钟的功德，相不相信？那各位要找机会忍辱啊！啊，你做老板要忍辱员工啊，你做员工要忍辱老板啊！啊，大家一起相处在家里，你要忍辱啊！你不能太个人主义啊，你要全然接受啊，因为大部分是你过去我们对不起他的。所以这个忍，你不忍辱没有智慧。因为佛教所谓的智慧啊，最高的智慧叫什么？念一下，无生法忍，就是你对一切法都能够不起心动念，叫无生的接受。无生法忍，有钱也好，没钱也好，骗你也好，伤害你也好，你心里都很平静的接受，这个叫空性，不起心动念，你才有真实的智慧慈悲去帮助别人。但是没有前面的这些众生找你麻烦，生病环境的变化找你麻烦，你就没办法成就这个最高的智慧。所以你要成就最高的智慧无生法忍，首先念一下众生忍啊，不要抱怨。这个像我经常出来带团啊，有人问我说，哎呦师父你要叫我带不行哦，我跟客人吵架我不喜欢。我说这个就是磨练啊，形形色色的人什么都有啊。我有时候像我，很多人问海涛法师，你这么出名，你还在做旅行社？我说不是的，在磨练，在服务吃喝穿。哎呀，怎么安排大家？你永远都在这个心态里面，所以那你才能够。事实上，我出面的机会不多，但我考虑的机会很多啊。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更好？怎么样让大家快乐？用各种的方法，那你要有机会去修的。如果说啊，这个团跟我没关系，我不去就算了啊，我不理他，你没有修到这个功德啊。所以我想各位，环境越复杂，这个世间叫娑婆世界，你要利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间来修行，这是最聪明的。如果你逃避他，哎呀，我今天就不要参加团体算了，我一个人躲在山里面，你没有机会。就像各位，你没结婚会成长吗？你没生小孩会成长吗？啊，你有照顾别人的经验才会成长，你也接受苦难了。所以来，南无大悲观音菩萨，救苦救难，慈悲众生。好，那你要救苦救难，请先受苦受难，能受苦受难才能够救苦救难。所以我想，那在身旁有很多事情可以让我们受苦受难，骂你、讲你、讨厌你、欺负你，啊，
所以每次当台湾报纸又在登海涛法师又在放生了，要抓去关了，所以我都静静了，福报又来了啊！这个福报我都接受，回向给对方，我又可以做更大的事情了。但是如果我抗议，我心里不服气，抱怨，那就没有忍辱了。所以忍啊，并不是外表，而是心态接受。所以我想各位想要帮助这个世间最大的能力呢，是你要有一个无我的无生法忍的平静的心态啊。那你平静了，你才可以真实去爱对方，去关心对方。如果你不平静，那没办法。所以我想各位结婚呢，那你就要心甘情愿的爱你的先生，爱你的太太，爱他的小三。这没办法了。我刚刚在跟那些菩萨聊天，他说：“我告诉各位一个真实啊，有一个女菩萨，我不要讲她名字，然后在美国事业做得很大，大陆跟美国。她那一次去美国找我，私底下她说她一定要见我。当然我说好啊。她跟我说一件事情，她说她不甘愿，她不甘愿，她不甘愿。我讲了好多次，为什么？”他跟他先生这么努力，白手起家搞了这么大的企业，他先生现在不太回来睡觉。跟谁在一起呢？他所请的秘书，是他去请的秘书给他先生的啊。结果他先生现在跟那个秘书在一起，而且很多钱都给他，他不甘愿。可能他的先生跟那个人女孩子都有生小孩了，他最大的不甘愿是除了他被欺负还没关系，他很怕这个公司以后就变那个女孩子的。他以后他最大的想法是要给他的儿子接棒啊，现在怎么办？他问我怎么办，我说这个难办，但是一定有方法。答案就这么简单，这么好玩。什么答案？过去是他那个先生是他的爸爸，秘书呢是他的妈妈，他们两个是夫妻，他呢是女儿。这样了解了吗？我说谁欺负谁呀？啊，本来上辈子就是他爸爸妈妈赚了大钱留给女儿的，所以这一辈子女儿又有钱，是他有钱帮他先生起来的，是爸爸妈妈留钱给他，所以他能够跟这个男人在一起。然后呢，秘书又来了，我说你要怪谁？我说你相不相信？如果你不相信，那就白讲了，你就会痛苦。如果你相信，那就好好孝顺父母吧。这个就是佛法。佛法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，心里就解开了，完全解开了。就像我大哥，他打我，不但打我，二十多年不理我，把我当作，他都叫我小白脸还是小什么忘了，很难听的话，从小就这样骂我。我跟我妈说，为什么大哥对我这样打我，又经常讥笑我。我在我家是最矮的，他们都比我高，脑筋比我好啊。我在家里，我大哥看到我就哼哼这样。我操！我在家里被欺负那么久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大哥以前啊，我把他的女朋友啊抢掉。他的女朋友是谁？我的妈妈。他们两个好几世的情人，我那时候做爸爸，为了这个国家的政策，把女儿嫁给对方的将军，这样互相不要打架，保护我。那个将军就是我老爸。我把我哥哥的最爱也是我妈妈的最爱拆开了，这样。但是我大哥还是爱我的妈妈，所以他还投胎做他大儿子。所以各位，你的大儿子就是你的最最最最最最最爱。我妈妈要死之前也不要看我爸爸，他是要看我哥哥。我哥哥很烦，每天叫我坐在他床边等他睡着我才可以离开。我跟我哥哥说，哥哥你是妈妈的最爱，他可以不要看我，也不要看爸爸，他就要看你，对不对？因为就是这个姻缘，所以只是你欠他感情债，因为你上辈子嫁给别人。
所以我大哥爱你又恨你，那我妈妈就是欠他这个债，所以这个事情了解了，所以我就不会怪我大哥，我拆散人家啊，我也让他这样受苦啊，我不知道那一次他有没有自杀了，反正就是这样。后来我就跟我大哥说，大哥，这个妈妈生病所有的钱都我来出，用最好的没问题，因为我知道我欠债的。然后我都天天对我大哥很好，只是我求我大哥一件事情，我说大哥，你就让妈妈去极乐世界。他说去极乐世界干嘛？他不让他走，他不让他走，因为医生也就是说不行，他也不让他走，可以活，可以活。我妈妈因为这样多活一年，很苦，很苦，很苦。为什么？欠他债。我大哥不放，他就不能走。我大哥一放心态了，他才可以走。所以后来我就用尽各种方法回向给我大哥啊，找医生啊，最好四个兄弟开会。那一次我大哥才接受我的意见，跟医生说：“好好，我妈妈就不用开刀，就进安宁病房就不痛了。”因为他不好，他不能走，他欠他的债。所以我讲这种因果故事，我让各位知道，布施没问题，你持戒没问题，但是你要深信因果，你的心态怎么调整？当然各位不见得有福报，除非你多读地藏经，你就有机会透过这些打坐的法师因缘做梦，知道你那一段因果，你就认了。就像三昧水忏，如果悟达国师没有救那个老比丘，他就不知道那一段因果，他不知道那段因果，十辈子的业就消不了，人面疮的痛苦消不了，但他知道了，他忏悔。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不是很困难啊，所以各位你要很诚心，你了解这个因缘果报。但我现在只是告诉你，那你就不要怪对方了，你就自己忏悔。儿子不孝顺，哥哥对你不好，妹妹跟你借钱，这个都有因果的。一切逆境就是消业，消业障，消业障，你要安忍，然后还要向他忏悔，他对不起我，跪，赶快跪。像我在讲了，人家听故事才不会睡着。我的二嫂啊，嫁给我二哥，我二哥很帅啊，我二嫂家里也很有钱啊，他硬要他啊，然后把我二哥提升为总经理啊，他们日本公司啊，然后我二哥做总经理啊，应酬啊，后来就有外遇了。这个外遇是我二嫂的朋友，二嫂的朋友，因为我二嫂喜欢卡拉 OK 啊，我二哥就说：“我跟你一起唱有什么意思？两个唱啊！”啊，我带一些朋友，带他的女朋友，结果那个女朋友就爱上了我二哥，然后两个就有外遇了。那有外遇以后，我二嫂就想要自杀，好几次要自杀，他就问了很多神明呢，他说他想要自杀。后来我想完蛋了，这下自杀还得了啊？他们家住这么高，那随时可以跳下去了，这怎么办？后来我就那时候我有去接触台湾道教的王母娘娘啊，我就去问啊，我说怎么办？王母娘娘这个叫因缘成熟了，她说好吧，将你二嫂带来，我讲一段故事给她听啊。然后我就带我二嫂，赶快不要我告诉你，你听听参考啊。结果她听了，她说你以前是皇宫的一个宫女，你就爱上了王爷。人家王爷有太太啊，但是你就一直去爱他，后来呢你就自杀。哎呀，他真的会自杀，跳楼之前，我下辈子碰到他我一定要嫁给他啊。那时候还把我二哥过去做王爷的名字讲出来，哦呦，这样。后来他一听人就变了，不跳了，这下不用跳了。为什么？抢人家的。为什么？他介绍了我给我二哥认识的女朋友，是他上辈子我二哥真正的太太。到底谁抢谁的？他就不跳了。现在乖乖学佛，也在打坐学佛。啊，我二哥跟他离婚了，我二哥有外遇，他都不管了，好好念佛，这样就好了。心态变了，女儿照顾好就好了。这样我解决了一个自杀的案件呢。啊。所以我想这个叫我的因缘，我只是讲给各位听这些真实的故事。所以你碰到逆境你就接受吧，这不能怪别人。好，
现在我们要翻转非